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玩的游戏是《神魔之塔》。那我们这次日月狼的地狱景呢，又重新复刻。那这次呢，大师来录一下，来纪念一下这次复刻，终于可以把日月狼给练满了。然后用这队是因为这队好用啦、啊、就是你刷不怕缺你的攻击珠子，而且现在的倍率，队伍的倍率基本上打这种复刻节关卡刷一 combo 就可以过了，诶没打死，所以就无脑的刷，只是要石头而已啊。哦，没声音吗？他说怎么没声音？好了，刚好我combo。就算你没有九风网了，你用队友，你对队友用九风网也是可以的、啊，只是倍率会不会这么高而已。哦，这有九风网之后，哦，超用九风网这个万能啊！好，哦，这个过了，要花几分钟啊？大概才1分50秒吧，然后建议啦，就是有你要为同一只升等的话，建议还是刷满5只啊。有人是说节省什么效益问题啊，你可以试为4只就好。但我觉得大师其实之前试过几次，我4只有时候连升一等都没办法，所以各位还是刷5只再为。5只会通常一定会升一等啊。至少声音等。好，那这期到这边结束啊！希望频道欢迎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着订阅，欢迎到我粉丝按着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一期的收看哟，谢谢，拜拜。